我见识就还没有离婚的。没有离婚的，没有离婚的好啊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优秀啊。我问你，那我介绍那些没人要的，你要不要？不要。对呀、啊，他有人要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优秀，对吗？而且还说明什么？他是一个有规划的男的。他现在准备要离婚了，他现在来找你，找你的话，说明他很有规划。那我问你，你嫁一个有规划的男的，你觉得不好吗？那他老婆知道了催我怎么办？哎，你怕啥？他老婆现在年纪大，催不了你，知道吗？90多岁了，知道吗？他马上就可以什么继承他前妻的财产。嗯。然后我问你，那我问你，他前妻的财产是不是就会成你的财产？你是不是白捡别人的这个财富？你还挑什么吗？你不要挑了。行，你赶紧安排去。